我现在就来介绍一个产品哦，现在你不可以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次老牛还透露说，现在日本经济不景气嘛，所以他们开始尝试做了一些好用又便宜的护肤品。每一个产品呢，它的定价不超过日币1000块钱。太便宜了！上次老牛才讲，今天就来了。真的？哇塞！这两瓶产品是不是太赞？已经进到台湾来了。好，掉在我的手上，大家看，怎么了？倒不下来，倒不下来，这是什么？是，它倒这么多是什么？它非常的浓稠，对，而且可以堪湿，你夸我。所以呢，一定很保湿。它是化妆水，就是表示它。所以是什么呢？很保湿。这一款化妆水呢，它是以面霜的做法来制造的。哇！也就是说，它里头呢有添加面霜当中的油脂性的成分。但是为什么可以油脂性的成分添加到化妆水当中是那么的透明呢？因为它使用了一种特别的技术，把油脂成分呢做成水溶性，然后溶解在这个化妆水当中。所以你用的时候呢，你完全不会感觉到这个油脂成分的存在，所以绝对不会有黏腻感啊。那但是呢，它却有一样有这个面霜的锁水效果，所以一整天下来，你白天你不知道要擦什么出门，这一瓶直接抹上去，出门搞定。一瓶就搞定了，是。所有的护肤程序就搞定，当然你还是要擦防晒。哦，是，我有点防晒。就是擦完这个之后，就等于擦了化妆水、精华液、面霜三个步骤，一次搞定。方便吗？方不方便？超方便。好，那我们来擦擦看，你的肌肤是属于特干还是一般干？霹雳无敌干。霹雳无敌干。好，早上起来都不敢洗。它有分两种，这个霹雳无敌干呢就粉红色，然后呢一般干就是白色。好，那你是霹雳无敌干。真的。就擦霹雳无敌干，盖子不一样啊！大家来试一下霹雳无敌干啊！我们直接用手啊。那既然是这个日本研发出来的，针对这个经济不景气的这种产品呢，我们也不要浪费化妆棉了，直接用手来。还有人参味哦？真的吗？没有吧？哦，那刚心里讲没有人参味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。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呢？水蜜桃。其实它最主要的成分呢，第一，它有两种不同分子的玻尿酸，分别达到表面保湿以及深层保湿的效果。表面。那另外呢，它还添加了水溶性的油脂成分，达到长效锁水却不给肌肤油腻的这个作用，类似面霜的这个效果。那第三呢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成分，它添加了活性的蜂王乳成分，可以呢激发我们肌肤的这个真皮的胶原蛋白的增生，让我们的皮肤呢保持弹性与光泽度。所以说呢，你只要一瓶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护肤程序，看结果怎么样就很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再配合做一次用化妆棉的好不好？我们大家来做实验。战斗学，因为我发觉它的角质蛮多的，我就只塞那了。然后还有这个长斑的位置哦，角质一定要去除。你接下来美白效果真的吗？会不会有皱纹？不会很大力啊，会到痛吗？不会，还可以。对不对？看外形，主持人没在怕痛的。等一下，我看多脏，好脏啊，好恶心啊，黄头发。早上有洗脸？我有哎，我其实有，因为我出门前还刚洗。为什么还那么脏？我不是，还是因为我擦防。用手推一推，我就发现，哎，还色粒子，真的，好恐怖哦！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用拍打的方式，好，用化妆棉拍打。温蒂姐姐，对呀，你知道我是温蒂姐姐，真的，温蒂姐姐，那时候你们还没出生，你是温蒂汉堡的吧？对呀，我是代言人啊，真的，我穿那个广告款，真的很像，有那个。有现在这样有有哈，他就拍那个广告，对，然后没多久温蒂就倒了。温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蛮好吃的啊。好吃，这新闻姐你要不要再开一家？哦，不是我开的，你要不要再开连锁的亲爱的？温蒂姐姐没有。温蒂有喜欢这个汉堡，真的好吃的，在那个216巷有没有？嗯，叫 Kiki 汉堡。Kiki 没话讲，是泰式。哦，泰国菜也是 ，Kiki 泰也好吃。对，啊，新开了一个 Kiki Coffee。对，三位代言人直接拍了这个位，对不对？封面，所以可以推一下那里。哎呦，哦，拍完了再推哦。对，
我们再把剩下来的还有一这么大力，老师我觉得会拉扯出皱纹，好像不会有皱纹吗？不会。老师是顺着那个肌理在推，还 OK。对。肌理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肌肉的纹路。肌肉的纹路。你是因为没时间？我都是由下往上的方式去推的，所以我们自己也要由下往上。对。哦，要趁着它湿湿的时候这样跳。对，这样才滑顺啊，然后让它完整的吸收啊。